家居的 Figure 公仔推出啦。加强在星期四的发布会介绍话，这次总共会出三款公仔，其中这款绿色牛仔褛的是慈善拍卖版，只会出40个，由星期五开始在 Yahoo 拍卖，底价2500元，会捐给苗圃行动。加强话是第一次见过公仔，觉得做得好似，同屋企人都会上网逼过做纪念。加强借出家居的遗作《海阔天空》做地震赈灾主题曲，有报道话智慧三玩加强，都唔算三玩嘅，即系冇乜所谓啦。我觉得主要系帮到佢，即系出咗自己力，出自己心最重要。沙朗市东透过传媒为对地震失言道歉，加强话都好应该。天災還禍，邊個想㗎？點會講嘢咁冇口德㗎？我哋大人不記小人過咯，有。